环保署甲市政、富林大学以及树德科技大学来签署合作备忘录，将永续的观念来引进教育，结合三杠丁分选的技术，打造为三到三的循环，达到设计生产、回收分选、循环再制，找出二手衫的厂商，让资源无中断。环保署举办旧衫循环推动引出永续潮流记者会，甲市政大学、辅仁大学以及树德科技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。未来学校将开设服装环保化设计系列课程，将环保概念扎进校园六年教育，深化纺织产业的永续环保。环保署主任秘书叶俊宏提到，台湾的纺织技术在国际间是第一流，未来希望对设计纳入永续概念，无浪费资源也是二控股控制能源的重要路径。希望透过跟三所学校这边，从学校的教材，然后培育这些学生出来变成一个服装设计师的时候，那么是不是能够从环保的角度来设计服装？环保署统计，110年旧衫回收量7.6万吨，循环再使用的比例占64%。对着快时尚的兴起，伊在消磨越来越多。国际之间欧盟、日本拢积极推动永续时尚的概念。除了后端处理搁再制技术优化之外，环保署更希望会当对前端设计都加入了这些概念，对源头生产到分选材料循环再制，一同建立纺织品循环经济。市政大学合作设计行业院长徐凤玉表示，学校会协助将碳足迹、绿色材料等概念融入设计课程，培养未来设计师的永续意识。我们的责任是教育，所以我们分了两项的一个目标，是第一个针对未来，就是强化设计师的永续意识，所以我们训练一个有责任感的一个设计师，他们对前端的绿色的一些材料端或思维性的建制，我们如何强化它。第二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，就是现在很多的库存旧衣、二手衣之类的，我们也透过什么样的形式建置在课程里面，让它可以变成作业、变成商品。环保署也提到，厝内底有无穿着二手衫，会当到环保署的全国不用品保障地图网站，找出二手衫的商家，认同衫的寿命。如果二手衫已经无法度使用，会当清洗清气，投入旧衫回收箱，经过分选鉴别了再利用，就会当进一步提高回收的价值。记者林新凯台北采访报道。